家人们早上好，早上跟家人们分享一个这个黄庆籽料钟馗哈，钟馗已经打磨好了哦，之前过年前还没有打磨哈，那现在已经打磨打磨完成了，已经打磨好了哈。哇，可以看到这个钟馗哈，油油润润的哈，这个黄庆鸡油黄的这个皮壳，这个皮色哈，非常的优美哈。那作为一个这个有求必应神的这个钟馗的这个形象哈，它有着非常好的这个寓意哦，象征这个有求必应哈，受到喜欢和田籽料的玩家跟藏家们的这个喜爱跟追捧哈，在市场上的这个热度哈也是非常高的哈。那家人有喜欢的话哈，我们价格非常实惠哈，非常实惠的来分享给家人们哈。家人们如果有喜欢的话哈，就在长征阁的卖场上去直接下标就好咯。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谢谢。